定定甲大家人讲，昔日过呀，明月随家梦，所以咱来时时静静啦，静静。上重要就是爱培养咱这良心，咱那一当一代慈悲心，实践大爱呀，一代智慧力啊，咱呢超越烦恼。慈悲就是大爱嘛，大爱就是无私啊，咱爱放弃了。思我的执着，咱才会当开启开阔的心。大爱的范围到什么程度啊？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无界限呐、啊。就像在咱日常生活中。真正的微细啊，咱的心也爱时时培养出了慈悲。待人做事啦，都离不开慈悲。有了慈悲，真自然呐、啊，你就会晓礼让。真自然呐、啊，伫人事物呢，你就会晓感恩呐、啊。当咱对事物感恩心起的时，咱就爱会记哩，这叫做大爱，这叫做慈悲心。咱有讲过去了吼，咱的心一定爱顾好。除了日常精进呐，咱唔通懈怠，但是上重要的，咱呢都爱培养啊。先说咱这点心嘛，也阁有怀着迄份呢。烦恼啊，无明啊，那心呢不善念啊，只要有一点点啊，也不善念，迄、那个恶的种子啦，都好亲像呢，菩提林中啊，也一点啊，也灰种，这个灰种啊，只爱呢，迄、那个境界现前都亲像。迄、那个冷风吹起了这个罪的种子，那么这个火啊，伊就会茁壮起来。迄、那个火种一多起来，那烧起来到底呢？宫殿哪嘛拢烧起咯？所以呢，咱逐天逐天伫咧清净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咱的目标那真清楚啦，自然呢都会时时控制落来咱的无明。所以，定定用一句的净俗语，甲大家人伫咧互相勉励。开头的时啊，对人好啊。时时讲感恩啊，事事爱尊重啊。那么平时呢，爱会记得心存友爱啊。有的人就讲，家己的人免啦，那家己的人啊，就是亲姻缘。咱证明拢有讲过去嘛，如是甲咱接近的人呢？迄、那个缘呐、啊，是愈近呐、啊。
你是要跟人结好缘哦，或者是结歹缘呢？哪怕是咱家己的人，同款呐。缘若是结歹呢，今生出世，阁有来生来世啊。所以呢，这种的亲缘缘呐，实在是没完没了哦。所以咱还是爱对。甲咱真亲近的人，咱嘛是爱用迄个克己复礼的精神，时时爱克服家己的心，时时爱维持这个礼节。那礼节的表达呢，就是感恩哦。那对人的中间呐，互相表达的是尊重呐，爱，这呢。就是一种福利的精神和行动。那这样啦，咱才不会说轻轻一个无名火一吹一个呢，咱呢失去精致啦，烦恼无名啊，就搁再打动起来。那这就是咱平时学佛爱用功啊，真不容易哦。三业心口意，这三业啊，咱呢真不容易，安尼才调伏落来。但是，咱的习气哪个起起来呢？那三业的危险啊，嘛是同款呢，会去火会烧起呢。那都是真可惜哦，所以咱逐天都伫咧做一千题。啥物叫做一千题？一千题就是断佛证啊。那是啥物款的方式会使咱障碍这个道心佛证呢？第一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业报，不亲近善友。这呢，拢是会障碍咱向前前进。你若无一个信用心，心若无真坚固，咱定来讲，信愿行归感情啊，敢是嘛？甲大家人安尼分享过啊，咱爱立信、立愿、立行，所以咱。这个信是道源功德庙，有了信，咱才会当头定定培养咱的善根啊。所以咱这份的信仰啊，对咱所选择的道路呢，袂用得起疑心哦。咱所选择的是学佛行菩萨道，既然学佛，爱时时提高境界。佛家觉呀，咱凡夫呢，那欠少了这份呢，自我觉悟啦。啊，要安怎才会有觉有悟呢？时时提醒家己。所以，这点信心，既然建立，都唔通阁受外面呢，甲咱未失去。所以，咱必定爱立信吼。啊，咱立信了后呢，必定爱坚定，所以唔通讲哦，正法不。